时候呢，在我身边的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Bottom Slim 的高级销售经理 Miss Packetail 要颁发的就是 Bottom Slim 我们的观众票选美腿奖了，要把奖项颁给 Paige 蔡奇慧，恭喜蔡奇慧，恭喜恭喜！哇，好，奇慧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要感谢 Bottom Slim 他们赞助这个奖项，当然要感谢我的粉丝们，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哦。就刚才所说的，我非常惊讶，就因为我是一个运动员，所以算是健美吧，所以这次可以拿到美腿或者是 Sexy Legs 的 Award， 我觉得非常高兴。健康就是性感嘛。那Miss Peggy 其实看过了很多美腿，那你对于 Paige 的美腿有任何的看法呢？我代表 Bottom Slim 呈现这个奖项给蔡奇辉。我们觉得他实至名归，因为他有一双漂亮又纤细的双腿和下半身。好，谢谢，也非常再一次恭喜佩赛机会。